投手自己把球给接了下来之后，传往一垒 ，nice play， 刺杀了打击的林佑谦，形成两出局。哇，投手惠佑洲182公分高啊，自己跳得高，把这个球拦截下来。因为这个球如果他没有拦截的话，可能会弹跳非常的缓慢。对，有可能会变内安打。哦，这个球看他的反应很快，而且接到球以后的